跟你们说，我在网络上买的。我刚密码打错，我在网络上买了一件牛仔裤，然后谢谢。然后你们知道吗？我发现我订成 L 的，所以它超大件的，给你们看。我刚量了一下，因为我想要把它改小，毕竟我是小子女，我是很省钱的那种，所以我不想再买一件。但它的版型我真的很喜欢，因为我之前买牛仔短裤的时候都是版型不好，就我觉得不好看。但这件版型我真的很喜欢，可是这真的买太大，我本来是应该是要买 M 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买到 L 的。欸，不是，热裤就是短裤，它没有很短，它就很长。我在想我那时候下单的时候，因为我其实现在买，我现在每次买衣服的时候，我都会，就是我不敢买太小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会自己修补衣服，就自己改小之类的。但是我就想说，如果买太大的话，我可以改小；如果买太小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。但是我发现有一点太大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去买到 L 的。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L 的，所以裤子比较长，我比较喜欢长一点。自己改，我会自己改啊，全家的衣服都是我改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这边还有一个这个，有一个小开叉，觉得很好看。反正总而言之，我就是很喜欢这件裤子。然后我刚试穿上去，然后我发现我要改8公分，就是我后面捏起来这样有4公分，所以表示我要改。我要改8公分，什么全家，对啊，什么扣子啊、娃娃啊，都是我缝的，厉害吧？是不是很适合娶来当老婆？嘿嘿，没有啦，我要改小4公分，然后我再想要怎么办。怎么就这种尺？就这种尺？我要改小4公分。适合，很贤惠哈，刚说过了。对，我都自己改衣服，因为我都买网络上的衣服比较便宜。那网络上衣服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会不合身，再就是材那个质感不好，但其实还好，我觉得啦。好，我这样，我要改，我这一段全部都要弄掉。谢谢笑笑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天堂超爆卡，谢谢。怎么感觉每次进来都是这句话呢？我有剪刘海，有发现吗？谢谢欢迎战士的为你应援。嗨，塔瓦哥，把腰的部分改小，对。会做菜的话就可以取了，可以啊。我可以去帮你叫那个外送。我喊一个问题，好，请问。然后我本来是想说，就是我如果把这边，就我应该把这个拆掉，这个拆掉，然后把它这样子卷进去，然后这样子缝，看得懂吗？这样子缝。但我发现这样口袋会多出有点多，因为我要缝的地方很多，还有这边它还有一个口袋，这边是右边还有一个口袋，所以我就不能那个，我这边就不能这样子了，那我就是口袋也要把它拆掉，有一点麻烦的是呢。还是我直接再买一件。做菜部分我来，其他还负责。你看搭配多好，傻眼。好啦，是可以啦，是可以。会做菜也不错，其实会煮泡面就好了，因为我喜欢吃泡面。
还可以娶我，会打小强，会打蜘蛛吗？用粉娶我。在网络上买了握手会要用的装备，你已经买了是不是？来了吗？把两边收进去，不过牛仔裤很厚，感觉很难。我之前缝过一件，但那件缝完之后太短了，就是，对，太短了，我就没有穿过。我也会打蜘蛛，可以娶我了。为什么是娶你？把两边，对，把两边收进去，真的好喜欢，很适合当老婆。对，用皮带就好，因为它太松了，它真的太松了。就说它超，它很多啊，它多出多少，多出这样子。我刚刚已经量过，因为我想说我现在要来缝，所以我要量好我到底要收多少，然后我就量了就是这样四公分，所以就是我要收八公分，这样有四公分吗？这样子四公分，然后我。打开来，我要收这样子欸，怎么可能啊？然后我在网络上看，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直接把这边就拆开，直接把这边的线拆开，然后剪掉，然后再缝起来。唉，感觉好麻烦哦。可是这件牛仔裤的版型真的超好的。改完我应该会很常穿它，而且快夏天了，我想说要有一件牛仔裤，因为我很少，我有讲过我骨盆很宽这件事吧，我骨盆超宽的，我骨盆是真的很宽，而且很凸，所以我很难找裤子。对，我上次摸姐姐的真的是完全圆弧的，那我就是凸两块骨盆，我真的很不喜欢。但风险比较大，如果没学过的话，建议不要直接剪开。嗯，还是等一下等 QQ 回来，我叫他试穿看看，如果他可以穿，我就给他，然后我再跟妈咪说，我再买一件。这样就没有小织女啦，阿妈会喜欢的类型。可是重点是我骨盆很宽，然后穿裙子很丑，就是会凸两块，而且我是扁身，就是我是很扁的那种，就是。骨架比较大吗？骨架大，然后又扁身，所以我就是很扁，所以我感觉很像纸片人，但也不是瘦哦，就是很扁。买新的，但针对尺寸用着看起来真没真的假的，用针别起来就好，可是就会很奇怪啊，因为我如果。直接这样子，我如果直接缝后面的话，这边屁股这边就会看起来超奇怪。可是好可惜哦。很扁，对。直接压着没有，是不是腰是骨盆？就我骨盆很宽。集全世界可爱于一身的喊嗨。摸姐姐，我还摸小迪的，小迪也是骨架大，但是没有我的骨盆宽。我骨盆真的很宽。Oversize 的上衣，我就不知道，我就是想穿那个、啊、露腰的、啊，然后这样子牛仔裤就不能那样子啊，就不能这样子弄起。我还有看就是。网络上说可以、哦，就可以直接买一个那个，买一个这个钉子，这可以拆吗？好像不行，但我刚刚有点用蛮力把它拔歪了，就再买一个这个，再买一个这个，然后再也不是算是露腰啦，那就是。比较短版的，那这是高腰的话，其实也不会露多少。好，这边有一个，就是可以买一个这个，然后就把它钉在这边，然后就扣起来的话，就可以直接这样子，懂吗？你们能懂吗？
就变成是这样子的感觉，就等于扣只是扣鞋的，对，这种意思，对。我觉得这应该是最方便的一个方法，但是呢，重点是我要去买那个，买这个叫什么？这个，买这个扣扣，对。毕竟我是臭直男，臭直男怎么会懂？阿妈背的不是说骨盆带比较好，但我觉得我绝对不讨阿妈喜欢，因为我看起来很瘦弱，但其实我没有很轻，但我看起来就是很瘦弱。对，应该会喜欢姐姐那种的，略懂。对，小熊妈妈买，我想把这个直接拆下来啊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样这个拉链就没办法拉嘞。如果这样拉起来的话，就会怪怪的。是吗？来来看，姐姐太吵嘛，不，姐姐不瘦弱，没有啦，就是她看起来比较像阿妈会喜欢的类型，对，这样吗？哦，没有办法拿起来给你们看，没关系。我觉得这真的是现在目前最棒的一个方法，可是这样前面会突出的，看起来也就小腹哎，长辈缘的部分。我妈妈表示我取材要什么意见，只要快一点就好。对，我不是，我已经不是小萝莉了，我是巨型萝莉。对，哎，我的裤子比较长，因为只是把腰那边弄紧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我想要长一点的裤子。因为如果买小件一点的话，它就会照比例缩小，然后就会比较小，对，没有萝莉甚具，还是萝莉啦。只要我觉得我是萝莉，我就是萝莉，心诚则灵 ，OK。所以你们觉得我要不要把这个拆掉？其实要我等好个十年，然后还可以把，好，我决定好了，好，来进行作业。哎，等一下，剪刀不能出现哦。那我不能进行作业，我要在镜头外面的地方。身高不裸，这我没有办法。等我，我有录进吗？没有。好 ，OK， 你们可以跟我聊天。我有在哦，我有在聊天。大家给妹妹可以缝上去再说。但她穿可能也有点太大。天。不要跟我说小心一点，我是很专业的，我不会弄到我自己，不是头皮。这样也好可爱，你说怎么样？我应该没有，我理想保持到何时？只要你们觉得我是萝莉，我就是萝莉，我可以永远当你们的萝莉。只要你们觉得我还年轻的话，我二十几岁也可以当萝莉。我是在做什么？我在改我的那个牛仔裤。我再讲一次，就是我网购的时候，我买到 L 的牛仔裤，所以我要改小四公分，大概这样，八公分就捏起来有这样子的空间。所以我要把这一段都改掉。那为什么我要这样改裤子呢？一方面我是小资美少女，小资女，
干嘛加一个美少女？我是小织女。然后一方面的是这件裤子的版型很好看，然后长度也够，然后我想要，我应该没入镜。然后我想要改它，对，我想穿它。我才不小，我很小只啊，嗨小英。其实要我等跟你再好个几年，小子，小子，小子女好吗？你们会平常会自己改东西吗？就改衣服之类的，应该是不会吧？感觉只有我会，是吧？小只我比较信，本来就是小只啊，我已经拆完一个了，可是我发现这样这边会有一个很深的印子，就是要拿漂白水这样喷一下，我不知道这是漂白水喷出来的吗？OK 啦，看不太出来。那我就把侧边的腰改窄一点，然后再买那个扣扣，应该可以。自己改东西，车也算啊，车痕会很明显。小智在哪？这不小智？对啊，用裁缝机，我都用手缝啊，因为我们家其实有裁缝机，可是那台超重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台。赵直男没有学习这种缝纫技能。没上过家政课，不会缝东西。我打算怎么做？很酷，我现在在拆这个，这边这个，我要把它这样子缝起来，这样子缝起来。对，好，可以。啊，我突然有点后悔，我把它拆掉了，是不是有一点不聪明啊？我没有料想到它这边会那个颜色比较深。OK 吧。没关系。不能放弃。有说过我家政课的东西都丢给我妈妈。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自己再缝上去，因为我这边要收进去。我看一下。我要怎么改啊？我突然有点忘记。其实我不用拆这个啊，我又没有要缝那么多，好笨哦。算了，那我就缝多一点，反正我拆都拆了。对啊，为什么啊？我干嘛拆？我下手太快了。算了算了，啊，这现在要怎么办？好吧，就假装它那边颜色本来就比较深吧，什么都可以假装，像我也可以假装我是巨型萝莉一样。好，我没关系，我要缝侧面，我要把侧面缝起来。其实我上一件裤子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没有上网查，我就跟网络上用一样的方法。看来我原本就是有一点智慧的，真是有一点聪明。好，但我现在把这个拆起来了耶，都拆吧，拆都拆了就拆，不用假装，我要假装我不是萝莉了，我年纪已经不小了。我
下礼拜快生日了，不是下礼拜快生日，我快生日了，是下礼拜。做事情比红包重要。什么时候？什么红包？时间这回事，你爱上一次就一辈子。最近很多活动耶，你们有没有很开心？回家爱一次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周末可以先祝福一次，会错意了，以为你说没关系哦，我没有说不要红包啊，红包还是要的啊，红包当然还是要的。我很安静的在拆线。OK， 我把那一条拆掉了。啊，这样是不是有点怪怪的？算了，没关系啦，剪都剪了，大不了再买一条嘛，对吗？对吧？我有点爸爸话。白熊话，白熊说什么？大港那边算过，就算搭高铁也赶不及生日会，所以你要去大港哦。可是钱包也很伤，你看到人就很开心。哎，我等下我乱按按到了。谢谢咖波猫的玫瑰。长尾夹固定，先确定一下尺寸。没关系，不用确定，大概就这样。我都大概的，可是我现在不确定我改那么多是可以的吗？这样口袋会有一点皱褶。护色洗发新登场，修护染后受损发。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吧。这样子。蜜露科纳限时790元，日本新一代美肌能量光速绝胶原蛋白，让你一碰二样。这件便宜的话，我忘记了，好像200多块。蜜露科纳其实蛮便宜的啦，但我有一点想把它弄好。没办法，我就是这样 OK 的啦。我可以直接用那个吗？圆珠笔。我没有那个固定的笔耶，不是固定的那个画那个线的笔。强迫症上线的，对，后面拉链，你前改前面拉链也可以顺便改吗？改前面的拉链吗？前面的拉链，拉链应该改不了吧？先用长尾夹试穿看看，没有，我已经量出来啦，我就是背后多了4公分嘛，我这边多了4公分啊，我这样子拉出来4公分，所以我要改掉，我要改掉这个长度，我要把这段长度弄掉，那我不能直接改后面。像QQ没有新裤子，他可能也不穿这种吧。我刚刚说说而已，他几岁，然后穿这样子的裤子。我看一下我这样收多少，我这样收，哎，这样差不多也4公分。OK 的，完全 OK， 我抓到诀窍了，应该吧？
梦太多。OK 啦，好，就这样。最好有两件裤子可以让涵涵改。萝莉不能穿吗？不太适合他的年纪，我再帮他想。对，真可以出现吗？还是不行？确实穿这样不错，看 QQ 穿下来附图，但不行啊！在做什么？在改裤子。QQ 穿我赞助，傻眼！改前面的话拉链怎么办？哦，可能就照拉，但它会有一个折痕。对，注意看起来会不会很怪 ？OK 啦，没关系啦，多少钱而已？如果真的缝坏，再打开来重缝就好了。我这次不会再改太紧了，我上次改超合身，就我吃饱饭就又不能穿了。好像是，我来画一下。可以用圆珠笔画的吧，这样画起来会不会也没有那么夸张，但就是有点紧。对，改紧一点，说不定能进行减重的。其实我现在很努力在减重啊，每天都很努力。后面四公分跟侧面四公分会不太一样？不会啊，就是腰围啊，差不多啦，没关系啦，差不多就好。OK， 大概一条线就好了，这应该差不多。QQ， 过来一下好不好？你穿看这个。啊，可是我又不穿短裤，你给我短裤吧。那你先穿看吧。设计师不能害怕失败，减什么多吃点好吗？没有，我太胖了。50公斤是要我来改？傻眼。啊？今天给我胖的。啊。可是不穿短裤。他不喜欢穿短裤啊，所以我对他不喜欢穿。宝宝，你穿起来很好看。没有在骗小孩，我还是要改，我只是让他穿穿看而已。姐姐啊，太松，太松了。好吧，那给我吧。你设计的。当然不是啊，那借我穿。什么东西？借你穿。我说为什么要借我穿？没有，我只是想给你穿穿看而已。哦。但 Q 不喜欢短裤。不是拿 Q 当模特啊，就是。短裤。好，那就一照改吧。应该是 OK 啦。我努力看看。我设计很好笑哎，安姐姐好看，谢谢。QQ 真看得起二姐，对啊，二姐是很厉害，那个手缝对不对？那一件是你自己手缝的？不是啦，我现在要改它啦。不是有很多娃娃都是我缝的吗？纽扣也是我缝，书包也是我缝。哎，书包是还是 Q 不是还是弟弟的？书包是 Q 弟的，弟的书包也是我缝的。哎，设计稿哪里买到？我如果真的设计了，你们要穿吗？你们又不能穿。好，你可以出去了，谢谢。二
点厉害的感觉。对啊，大姐什么都会做，也没有这么夸张啦。哦，穿不进去，找另一根针。设计男装，跟我叫他出去。没有，我是说，对，他可以出去，不然他刚一直站在旁边，我压力很大，我不想让他罚站啊，所以我才跟他说可以出去。我觉得自从我会自己修改衣服之后，我就一直寻找到网购的快乐。期待明年会出现圣诞短裤，很怪耶，圣诞短裤很难买的感觉吧？可是还真的蛮有趣的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想设计看看圣诞牛仔裤之类的。我没有命令他，好不好？我是说，就是 OK 了，没事了，这样。期待明年会出现圣诞短裤，敢设计就敢穿，那应该是要设计长裤吧？你们穿短裤吗？我找不到我刚画的线。先不要牛仔裤，牛仔裤看起来显胖，但我也不穿牛仔长裤，因为我也觉得蛮显胖的，所以不太爱。我很让粉丝们穿这种裤子，讨厌短裤，怎么抱歉了，短裤不买，不行啊，不能这样。我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成功哎。出了男饭穿不会怪怪的吗？等我女饭够多的时候，我就来设计，好不好？你敢出的裤改版是三商一人的，先不要。我自己也不敢穿吧。这样是热裤吗？这是热裤吗？这不是吧？这是热裤哦。这样算热裤吗？这很长哎。它真的很长，它比我平常穿的运动裤还长，可能是 size 的关系，所以比较长。我先拉拉看。哦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好好，感觉可行，可以，我可以的。好，继续缝。我女范围不穿的裤，短裤市场看来不够大，那就还好。你们这穿了就是真爱了，好不好？累积人气再推出个人品牌是可以，那我也是蛮期待那一天的。只穿学校短裤，学校短裤是真的蛮舒服的啦，但我们学校短裤不怎么好看，我觉得我国中的短裤比较好。还蛮喜欢哦，这哦错了，牛仔裤的那个布料真的很厚。啊，怎么办？现在有点不够，我还要再重穿一次。现在目前进度，它是一个，这是直的，然后这是一个斜的感觉，这个缝线的部分，我现在要先来拉它吗？邋遢，现在短裤不是为了好看，是浪漫。为什么是浪漫？能想象他们穿那种短到会露屁股但很热裤。你们知道历史有一段，我忘记是叫什么族哎、欸，他们喜欢穿那个那种露屁股的牛仔裤，我忘记是哪一段了，但我记得有一段，就是很酷。有人知道吗？那一段？
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我要来拉了，我来 try try see。短裤就全 H 黑太好了吧，特大尺码，财务组穿丁字裤，有这个历史啊，就真的啦，美国好像是美国流行来，我也不确定，对，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大家快点知道的，快点，真的有啦，我没有在骗你们，是真的有，真的有啦。我最近哦，最近学到的，哎，不是啊，我在干嘛？最近学到的一段历史，就是很牛仔风的那个感觉。真的有人知道吗？不是族啦，是流行风。我刚刚说是族吗？如果我刚刚说是主的话，非常抱歉，是一个风潮。这有吗？我第一次用这种风法哎。然后学校历史都教了什么？我刚说有一个族哦 ，sorry， 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潮流，对，我记得有一个潮流。目前进度，我现在只缝到这边，等一下要把下面也缝起来。OK， 有点累了，太快了吧？喇叭裤也不算短裤，喇叭裤，什么喇叭裤？对啊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开始怀疑我自己嘞，为什么我要这样子缝？为什么不直接缝横的就好？为什么要乱学网络上的缝法？我自己原本的缝法好像好一点。短裤的定义怎么越来越奇特？那是喇叭裤哦，哦，对，嬉皮时代，对啦，嬉皮啦。他们就露屁股，而且不是露屁股蛋哦。不要，我缝失败了，我要再缝一次。我要照我原本的方式缝。互相 get 不到，没事，你继续缝。要努力练这首歌，但是这首歌很好听哎。而且我朋友真的超喜欢周星哲。最后用力给祝福，现在唱歌很好听耶，好羡慕哦，我超羡慕唱歌很好听的人。你们都怎么绑线啊？教你们一个绑法，好吧，看来看不到，就是把线压在针下面，压在针下面，然后绕三圈，往下拉，然后推出去。
就要绑好了耶、yeah。 琪琪你是小星星，你是小星星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是小星星吗？还是小星球？忘记了，应该是小星星。好像唱歌也超好听，没有，好像方向盘一样，好像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子绑的吧？怎么了？消失了？是不是我错了？我们约好了，我快乐。我们是需要结束，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家政课有教，也是这样子绑哦，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眯着眼睛硬穿，不是穿线，是绑线。小星球是小星星 ，sorry。牛仔裤历史很复杂，绕三圈拉过去。对，直男还是不懂。目前看起来很不错。我刚把缝线拆掉哎，我现在要从零开始了。可以啦，人生中本来就是需要一些挑战的。真我不想说要结束，好像应该固定一下哈，它固定不起来啊。妈咪又在用吸尘器了，我需要一个发夹呢。算了，直接来。这样真的是可以的吗？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一步，我们快点什么？我今天就，我已经用了40分钟的牛仔裤哎，我到现在还弄不了。啊，妈咪选错时间贤惠。他一直都很贤惠。召唤 QQ 二姐需要一个夹子，没关系。为什么会门外给你听就好不进去？为什么？那要唱很大声。小星星要聊你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该质疑小星星。最近小星星的部分好灵尊，这看不出来啊，真的看不出来。我不知道你是小星星。那我朋友是超级小星星，就是他跑到哪里也要跟到哪里的那种。说谎的人要推荐更真。好，想要不到老婆真的可惜。你没有啊？这样说太多啦，怎么办？我问题好多、哦。还是我直接问妈咪要不要再买一件给我好了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累哦，小心是什么？你等下，招众人怒。小星星是周星哲的粉丝的名字，对，大家可以悄悄认识一下韩韩朋友。韩韩朋友 有很多朋友，有很多同事，搞不好你们已经认识了，没有啦，搞不好你们已经见过面了。在那个周星哲的什么演唱会啊，还是什么群组之类的，继续试试，真的不行再买。好，我就努哎、欸，我挡到，我刚刚只是想戳我网路，我只想去戳我那个网路不稳，结果不小心挡到荧幕了。继续试试，真的不行再买。叫你憨的朋友可以认识一下，不行，不行，他只能认识我。回家中，
请别以为你有多难忘。怎么办？我到底怎么可以买到那么大件的牛仔裤啦？我该如何是好呢？明知要勇敢的说出来，不行，介绍学妹给我认识一下，不行。你都一眼没看，我看过周星哲这名字，但没看，真假的？他的歌一定有听过啦。我朋友也是小星星耶，但他变韩系仔了。他在看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人？看谁啦？唉，我刚刚看到尺寸在买，因为每次尺寸表不准，我想说就买大一点，但我可能真的按错了吧？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在想什么、欸。我那时候可能只是觉得 L 的裤长，因为我已经。就是在网络上买过太多次不合身的裤子，然后我那时候把这个，就是我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买，因为我怕又买了不合身的裤子，所以我可能那时候就随便按一个尺寸，然后先加到那个购物车，那我也没有想很多，然后之后我就没有确认尺寸，我就直接买了吧，应该是这样。啊，应该很大方的说，不行啊，女神降临，因为。我知道，我有看，寒假的时候大家都在看，我朋友推荐给我看，但我没有看完。介绍一下自己给我认识，不太方便哦。网络上买过太多次不合身，怎么还是学不乖？不是啊，因为重点是不是网络上买的不合身，是网络上买不合身，然后我平常去有店面买的也不合身。就除非有试穿的，不然就是我找不到我喜欢的版型，所以我这次终于找到了，可能再订一件这样。介绍学姐嘛，不行，我就是你学姐，这么随性，为什么不试穿？因为有些店不能试穿啊。但你们知道我现在在实体店面买，我都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这些网购都有，而且都是超便宜的，我就是。几百块就有，然后他那边卖590啊，然后690啊，就是觉得好浪费钱这样，因为就是买到贵的，所以就觉得很浪费钱，就是这样子的啦。我已经开始想念那种痛了。对啦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没错。我讲一讲，突然忘记我刚本来要讲什么。我又不脆弱，何况那算什么神？走音了啦！不会唱歌，我现在学乖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因为这次我觉得还不错哎、欸，就是这次是我下单下错，但是这件版型我真的很喜欢。开店要成本，发挥客家精神，当然有吧。给人家一点尊重，去实体店试买，再去网上买，重点是网络上买的，就真的图片会与那个实体不符，所以真的要找很久，犹豫很久才可以买。找一个物理比较好的学姐，我物理也很好啊，是什么意思？我物理很好的，我跟你们说，没有那个脑子没关系，但是有那个运气就好了。像我。物理补考就过了，我可以分一点运气给你们。就算就是不会写没关系，补考过就好了。人生都有很多次机会的，我又抽到手了，还敢下错单？对啊，物理补考啊，就是分一点那个补考会过的运气给你。补考过了不就都顺了吗？事情就都顺利啦，对不对？网络上图片有的跟实际差很多的那种。李安吉唱歌走音好听，傻眼。物理很好，解释一下 F 等于 M。哎，这我好像真的可以，那是国中的，就是牛顿的那个。A 就是，我忘记了，是加速度吗 ？F 是什么
是没关系。但我现在有在认真上课啦，真的。我现在数学有认真上。帮我搬家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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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学测是八四。单纯只是我想说，我就是我不想要补休，就上下学期都补休，就没有寒暑假了。但我后来想想，我本来就没有暑假，因为已经要学测了，所以这个暑假本来就是没有的。就算不用补休，还是要补考。不是，不用补休，还是要克服。对，我戳不下去，太厚了。好，可以可以。这个比刚刚好多了，刚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这样子。好，然后现在要缝下面，把下面缝起来。哦，好像会很完美，我的天哪！想要有暑假还起来，对，但其实怎么样都没有暑假。通话，我刚才看到他诚实。为什么要开根号城市？读文科的人不懂这个，好好。本人跟上一部分开都对嘛，对吧？会用真蛮精啊，没有，我这真的是手作型的啊。啊，有多少新粉丝不知道我是真的是手作型？我真的是我现在没有在胡乱，我真的是手作型的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有多少人不知道了？举一下手好不好？好 shock 哦！真的有人不知道我是做手做的吗？太难过了吧！啊，真的还有人举手？你们真不知道？对我说，都是骗人的。我是手作小公主。你还记得我吗？也许你还记得很久吗？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星星都亮了。第一次听到，我没有负责可爱，好不好？讲得好像我一无是处。跟你们说，全家的东西都是我缝的。我就只会手缝啊，就是手作类的都可以，纸雕啊，然后画画还好。我其实真的是就是仿画厉害，就是我可以仿画，但我不会创作。很认真看生日会直播，反正我真的是手作在厉害的，你们不要觉得我在骗人，我手作真的是蛮厉害。我从以前都是被说要当那种美劳小老师的人欸，而且我国小毕业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作品都被放在学校里面。绣学号吗？学校是不会啦，会绣得很丑欸。一般应该要具备绣学号的技能嘛，绣学号不是都用机器吗？因为我没有用那个，我是用手缝。这手蛮厉害的，打蚊子打人，但我很会打蚊子，还贤惠。我很喜欢手作类的东西吗？手作类的课，超喜欢的。以前要上美劳课，我都会很开心。好吧，我是真的有 shock 到，这样有人不知道我是做手作的。学生时期差点被当掉的美术小老师，你们有刻过版画吗？就是缝错了啦，没有刻过版画吗？
就是一个扁扁的木头，然后就是对，你要拿那个各种形状，有 V 字形的，还有圆弧形的那种，然后要刻版画，有吗？巧夺天工喊喊，这个词是这样子用的吗？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子啦。我的天空，星星都亮了，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。版画课会很多血血，但我以前还没有感觉，但是现在就是去年吧，还是前年，我在那时候我们要搬家，然后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，不是整理房间，在整理我们有个电脑室，就是专门放杂物的那种。哦，以前是真的玩在那边玩电脑没事，但是后来就是都流行笔电，那个桌上型电脑好像忘记带去公司还是怎么样，反正就是没有在家里用。然后后来我们就那个电脑室就变成堆放杂物的地方，就都是放那个一些书之类的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在搬家，然后要整理那个电脑室，然后我就翻出我以前就是多的板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我想到了啦，因为我国小那时候就是跟另一个朋友，就是我们很好，然后我们都是就是美术很厉害，自己说美术比较厉害的那种，然后老师就会派我们参加比赛，然后我们参加比赛，然后我们就不用，就是那个美术比赛的作品就会抵我们一次成绩，然后那时候刚好同学在刻版画，那我之前刻过版画，就我之前比赛的时候我已经刻过版画，所以就是但我还是有把那个我这样刻的是大板，突然忘记叫什么板块。谢谢林果的告白气球，我这刻的是大片的，这么大概这么大吧。对，我还记得是刻一个，因为设计图是老师画的，我就负责，对，我负责刻，然后，它是一个在码头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鱼市的一张图，然后我就刻那一张版画，但很久以前，然后我后来第二次我做的是一个比较立体的，还有用铁片吗？是叫铁片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就是铁的那种，不知道欧萨卡不是大阪。反正就是这样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那个很好的同学，我们就每次中午都会去美劳教室，然后做那个作品。然后我不是要讲那块板板的由来嘛，然后就是因为我那次我就做别的作品，我就没有跟他们一起刻板画，所以我就得到一张小的那个木板，然后我就把它带回家。我想说改天我突然无聊的时候，我可以把它拿出来再刻版画，然后结果我就放到忘记了，然后就一直放在那个电脑室，就直到那个整理的时候我才把它翻出来，然后我就赶快拿那个刻版画的那个笔，雕刻刀吗？我不知道叫什么刀，反正就是那个刀，然后我就在刮，然后就哗，这是 ASMR， 超疗愈，真的超疗愈。哦，我那时候刻版画的时候都没有这个概念，我都不知道 ASMR。然后那时候我在刻版画的时候，然后我还把那个雕刻刀插进我的食指，就是那个 V 字形的那个雕刻刀，我那时候不知道在干嘛，我就把手放在那个刀前面，然后我就这样插，然后就插进我的食指，然后我食指就一个 V。哦，那时候真的是很痛，因为我真的是有沾蜡的。但后来我也忘记怎么好了，但他就是插一个 V 在我手上，但我现在真的记忆很模糊了。
我也忘记是怎样，反正就是插到手。少也没有少一根，还是在的好吗？我永远爱你到老。我前在学校，我现在学校中午的时候，我连打了四个喷嚏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打那么多，但我就一直打喷嚏。我本来以为就每一个打完，我以为我要结束了，就我又打又打，我就这样一直打喷嚏，就超尴尬的。大家在午休，我在那边打喷嚏。我真的很抱歉吵到班上的同学，但我也没办法，打喷嚏也不是我愿意的，是不是？我刚在这边应该要先打一个结再继续绑。昨天中午的话，今天中午。变胖把裤子撑破了没有？你们看是不是超级无痕？但我还没缝完。看不出来有缝过，下面都还没缝。哦，大概收了这样，就是无痕。对，打了喷嚏应该是我在想，我今天连打了四个，是四个人在想我，还是一个人想我四次啊？应该是四个人在想我吧。有联想四次这种讲法吗？哎呀，不错哦，耳朵有联想的吗？没有，耳朵痒痒的是什么？有人在讲我坏话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人缘那么好，怎么会有人讲我坏话？应该打不停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，我可能就是一直在打喷嚏这样。人家说哦，他怎么了这样？你们在公车或是在哪边打喷嚏的时候会害怕吗？前几天我跟 Annie 有讲到，就是他说他在那个公车上都不敢打喷嚏，然后怕被侧目这样。然后我就说我好像还好就是。不太会，但咳嗽的话是会有一点，但打喷嚏的话我觉得还好。他也说打喷嚏好一点，但咳嗽他就是会憋到得内伤的。可是我好像就，我发现我可能就直接咳出来。啊，我是不能感冒是不是啊？在缝衣服，我衣服想给你缝，可以呀、啊，全家衣服都是我缝的，贤惠 girl。OK， 反正没事吧，反正自己咳又不是别人咳，比起 Annie 是好吗？当然啦、啊，打喷嚏都捏鼻子就止住了，可是就，哦，也是哦，但是戴着口罩怎么捏鼻子？我前阵子不知道冷到还是怎样，反正我上那个。捷运或是公车的时候，我都一直很想那个，就不是很想流鼻涕，就一直流鼻涕。然后我就要在想，我到底可不可以拉下口罩来擦鼻涕？可是好像有一点尴尬，就是对拉下口罩的话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那我后来还是拉了，因为它真的要流到我的嘴巴里面，就流到我的这边。别人打喷嚏我会注意他、欸，你是就是单纯被喷嚏吓到，还是你觉得他有病毒？应该是不会觉得他有病毒吧？我如果只，我今天讲话怎么这样？我如果只缝一边的话，会不会裤子歪一边？可以吧？先想不要。新房间会想打喷嚏，白色箱会想打喷嚏哦，是不会啦。一直打喷嚏，然后老师不讲话，看着他，这样很坏哎、欸。
这样他会受到全班注目。出站再醒，重点是都要留下来，不是因为我都不是那种很稠的鼻涕，就是鼻水流鼻水那样，就是他就是会留下来，也不能怎么样，所以还是要把它洗。哦，不小心把它拿到那个镜头里面了。好，现在缝好了一边，可是它口袋就会这样子凸凸的。好，应该是还好吧，看不太出来。可这边真的是还蛮无痕的，这个看不出来有缝过，但其实缝了这样。这样缝了多少？两公分差不多。那另一边也缝两公分就可以穿了。那这边还有个口袋，它是有设计的，好讨厌哦。穿着的时候就不会了，裤裙的感觉。那是手做小公主，对。他打喷嚏声音很像小马的，真的很可爱耶。我是会在意一下坐高铁的屁股一直疼，是没错，还是有点惊惊的。好厉害，其实根本看不懂，不要盲夸好不好？是英雄，不独善薄。若是英雄，怎么能不懂寂寞？应该看不太出来吧？哦，很开心，我有新裤子要穿了。用轻音说 “Daisy” 会更动心 ，Daisy。为啥要缝裤腰？因为我的腰太细了。没事，现在花生的告白气球，谢谢，谢谢蛮子。当然啦，我是谁？我这次没有缝很密，因为我想说。我想说，如果不能穿的话，我还要再拆掉。晕了，我晕了，晕吧，没有晕车药，晕船药，哎，差很多哎，看得出来吗？好吧，那我这边，那我应该要把这边的口袋拆掉吗？可是它有钉这个钉子哎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How do I do? I don't know. 我也不知道，如果直接这样穿的话，我是会歪一边吧。背面也差很多哎，应该还是要。还是要改一下的，对，就不绝对不会说是因为我看别人轻说 Daisy， 看谁感觉不一样，对啊，因为我现在只缝了一边，虽然自己腰细，他自己还是没有，是我裤子买太大，其实没有很细，间距好像不一样，对啊，因为我这边还没缝啊，我这边还没缝，哦，你说这个间距吗？没关系啦，晕的。想看看腰细不细，很细啊！我最近又腰更细了。你是认真问我们的对吧？我是认真的。嗯。对啊，这边有个口袋，我要怎么办啊？还是我就缝腰的地方。啊！我要再买一件裤子呢，烦你。我是好不容易缝完的说。讨厌，腰瘦。是啊，讨厌呢。
好多，我一定不能只缝一边啊，我要来拆这边了。我在稍微后面一点的地方，后面一点两边会不对称。然后算了，先拆好了，只好多吃一点。不行，哎，对啊，你们知道我衣柜里有多少就是买比我那时候还瘦的衣服，比我那时候还小的衣服，然后多少件衣服是我想说我减肥就穿得下的衣服，结果根本就穿不下。但我应该不能放纵自己买大件的衣服啊，这样我就会想要吃胖。我如果买小件的话，我就是会想说我要那个，买小件的话我就想说我要减肥。但没关系啊，我最近真的蛮认真的在减肥的，之后你们就知道。把刚刚那边拆掉，往后改。不要，往前改比较好看啊，往前改才会无痕，往后改会有那个痕迹。所以没关系，我再想想办法。不然就是真的把口，刚才讲口罩，把口袋给拆掉。穿不下的后来都怎么处理？还在我衣柜。那在我衣柜，我还是想着某天能穿上它啦。每个人的衣柜都有这样子的衣服啊，对吧？你们可以告诉我，就是跟我分享。我等一下会有两条这个，这个要怎么用？我想想看哦，当成戒指这样。哎，很酷哎，没有人有。对不起。嗨，小霞。天空中是否有个星星守护我？只是我没有发觉。人群中是否有个肩膀愿为我挡住最寒冷的冬天？谁会温柔而坚决？带着未来和我遇见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我留着的空位，等一个人出现。我捡到入境吗？入境要提醒我，不然我被变台。想当年我也是，我那时候也想说我一定瘦得下来啊，结果我现在是有变瘦没错啊，但就是差不多，就感觉没有感觉差多少，就是没有瘦到超瘦的那种，在努力中啦，大家期待一下。我现在早上就吃一个沙拉，然后哦不对，我现在都是因为学校没有卖什么健康的，学校都卖炸的，所以我就现在先早上的时候先直接买好午餐，像我今天就吃，我准备红包，像我今天就吃荞麦面。你们不要抢太快了，等一下比我发大放大一招。谢谢喜乐库玛的红包。我刚讲到哪？哦，像我今天中午吃荞麦面，我平常就是早上会买一个鸡胸肉，然后再买一个沙拉。可是我每次都觉得减肥反而比较贵，减肥吃的东西都好贵哦，负担不起。减肥吃的都很贵，然后怎么有一个鼓鼓的？减肥吃的都很贵啊。比平常的还要贵。好吧，好像只能这样，好像怪怪的，怎么办？还是他能缝鞋的？怎么吐一个？剪掉。讲一下嘛，讲完了啦，
开吗？我等一下开大招，我等一下再抢不到我就开大招。要不要直接开粉丝团？我会开大招哦，你们小心一点哦。谢谢九蛋的 Love You， 心甘情愿。我等一下来试穿，感觉很棒。不要怂恿开大招，不然大家加粉丝团就不用沉沉浸，不是沉浸，就不用烦恼这个开大招的这个行为。好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半了解的空位，这样会不会丑丑？还是我就直接缝好了，还是缝前面一点？嗯，好像可以。いいですよ。这样不对称算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都不提醒我有红包？哎，好像可以。OK， 加油喽，大家。没事，还差300多浪花就可以加了。哦，恭喜 Lingo 成为粉丝团二级会员，恭喜！好，那一刻泪掉下了，想太多，只实现所有太多。你曾经爱过我，可是到哎，我现在慢慢抢红包。等一下，我拼图还是拼不准，为什么？也曾经23呢，谢谢喽，谢谢大家。你没说，是否已经被其他人识破？谢谢八八的许愿瓶，要不要叫粉丝团？要不要加粉丝团？很开心哎，来量一下好了，就4公分嘛，4公分。等一下，我这边收有一点多哎，这样才会对称。开吹酒，忘记的添加开始，好坏哦。不加粉丝，成功缝的话呢？我到底在讲什么？成功缝的话就要等一下。粉丝蛮常出现的是好事哦！恭喜花生的粉丝团升级一级会员哦，成为粉丝团一级会员，加入抢红包的行列。我到底在讲什么话？我讲话很奇怪。忘记账号密码，没有啦。这边厚到我没有办法使用我的手收去缝。哎，没电了，讨厌。每次总一个人走交叉路口，哎，每次延长线的插头都拔不起来，自己生活，这次却说一起带我走每个角落。哦，我要天空沾雨雨的汹涌，先绑起来吧，是为了我们，对，可以接受，租到，
没差吧，慢慢来。没事，今天很软吗？有差吗？我今天跟平常一样啊。今天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今天就是缝东西不一样而已，主题不一样。我等一下搞不好就可以试穿这件裤子。哦，怎么就快结束了？我今天缝裤子也缝太久了吧？我今天话有很少吗？可能有，你们有觉得吗？我觉得没有，但你们可能觉得有。不要一直想伤害指腹，没有，我是戳到这里，这个指甲的口袋这样，要念榜了，差不多了。今天要上日文的。差点要入境来用。好，谢谢切尔东的告白气球。现在喷安的咖啡，手一杯，你看你的美。差不多了吧，就这样子了吧，没办法。怎么还是差很多啊？左边右边怎么还是差很多？花店玫瑰，名字写错，谁？好。花这么多才缝这么久，我为了跟你们聊天啊，我怕你们那个，怕你们无聊，所以陪你们聊天。太大声了吧，那个笑声，我是不是 so sweet？ 对不对？快说对，好，对，对，切谎来，切谎先生在外面。其实是我今天忘记，然后我跟他们说可以上课，就我现在在直播，丽姐太后，你们有听到吗？好了，念榜了，可以吧？这样子，裤子可以，等下来试穿吧。好的，念榜，今天的第一名是。花生，谢谢花生，谢谢。第二名是林国，谢谢林国，谢谢。第三名是笑笑，谢谢笑笑，谢谢。第四名是切尔东，谢谢切尔东，谢谢。我手上都是那个新的裤子的味道。第五名是艾拉，谢谢艾拉，谢谢。第六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，谢谢。第七名是 Eddie， 谢谢 Eddie， 谢谢。第八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，谢谢。第九名是爸爸，谢谢爸爸，谢谢。第十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，谢谢。好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今晚为什么上日本电视？就当路人那种入境还是怎么样？六日周日见了，周五上班看不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那就。下次见咯。头贴看起来很好吃，你现在在吃吗？有点过分哦，人家正在减肥，外面在打架，你们有听到吗？可能在打架，我等一下出去关心一下大家的安危。好了，好，解说某桌球选手，哦，真的假的？我等一下来问问看。对，好，大家拜拜。像突然抓紧花的迷惑。高铁上，好的，不要晕车，可以晕船，不要晕车。有押韵吗？没有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我要去开心的试穿我的新裤子了，拜拜。拜。
麦德棉，麦德棉，拜拜。